第二十八届南加州洛声合唱团以“唱出旋律，唱出和谐”为主题，呼吁老团员归队之外，同时也欢迎对唱歌有兴趣的爱好者加入他们的团队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些洛声合唱团的精彩表演。 第二十八届南加州洛声合唱团以“为唱出旋律，唱出和谐”为主题，呼吁老团员归队外，同时欢迎对唱歌有兴趣的爱好者加入他们的团体。一九八零年，一群来自台湾的 UCLA 和 USC 留学生组织了洛声合唱团，团员高达三四百人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虽然团员生活历练有着无数的改变，但他们对歌唱的热爱却一直没有改变。 因此，在二十年之后重组练唱，歌曲风格保持一贯的求新求变、活泼。指挥方淑敏、戴周娜以及伴奏陈秀娟、徐维盛等人，均是具备音乐专业素养的团员担任。自去年恢复练唱后，已参加过多次慈善演唱会，均获好评。洛声合唱团每周六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都会在亚凯迪亚市进行练唱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